开双 buff 的节奏，就是预防飞这个对面蜘蛛的入侵。弹一下台上的大嘴，大嘴这种在毫无抵抗能力的一级，天哪，被打掉了双招，一级太强。线上的话，像大嘴加上布隆这样的组合，是要稳住自己发育等级的。闪现过来，又是一个大招，然后上去打出了一血。没有了双招的大嘴，这一波确实很难去走。布隆这边想换。对抗性，对抗性真的是越来越不够了。虽然是最后勉勉强强在小兵的助攻之下，在飞机的对线上面是占优的，被压在塔下了。但这个真的是，这个肯定是占优的。两个被动点出来的话，天哪，非常夸张。塔高完之后，看见了一个扛地，赶紧要走。扛地这个就哇，爆掉酒桶，这边进化解一下啊，减减速，但是最后一个肚皮上强行耗血。正说完，塔下不要被消耗太多的话，应该大嘴这一方都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，非常大胆 ，Ben 直接进塔打一波。此时蜘蛛赶到了，这个节俭都捡到了，千军万马中竟然能够节俭节中，这个节俭。这个是真的是厉害，在这个小兵来之前结束，同时这边鳄鱼直接开启大招，想越塔一个 Q 技能直接收翻。再度进来，这一次是有戴上针眼的吧？他们是肾已经想，感觉肾已经想开大了。你看肾的位置，但是这个大嘴直接被先手交出自己的闪现，这边落闪现，再来第二下，肯定死了。自己两个翅膀扇掉大嘴，这个对吧？反手把洛给杀掉，然后接着要进入撤退战了。有两种方法嘛，一个是给他套盾这样保护的，让他站在那里，还有一个就是你有人开团，一个是你的队友都是强开。哇，你看这个打野对抗蜘蛛非常非常难受，掉上去以后旁边是有个果实的，有圣要过来反弹，但是没有遇到。鳄鱼进场了哟，炸了一下，要优先处理卢锡安，但是卢锡安也被收掉了。对的，而这边两个人继续粘这个爆炸，摔出来打进攻的，因为你上单打两局防守其实解不了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上单不能继续打防守，下路的小攻没有勾到，布隆赶紧上了宝驾护航一下，但是洛也回到了侠的身边。两个 TP 取消了一个，就蓝方这边取消了蜘蛛闪现以后捆住了树，然后后面不是捆住树，捆住酒桶，然后布隆后面大招抬了一下，叠上被动。问题是洛进场抬了一手之后回到了队友身边，再加上一个黄叉。对，卢锡安也这个圣的位置有点尴尬，队友的话在后面包过来，这个迷路了呀，要先杀鳄鱼吗？但鳄鱼现在酒桶炸出来，把肾炸出来，肾很难受。抢红没有抢到酒桶，但酒桶被打晕了，这里补了个防守，这样的话终于是终结对方一个酒桶，飞机往回 W。West 下来，中路清清兵线，反刀飞这边 W 先开嘛，先开对方的 West 继续往后拉，暂时生命没有任何的一个威胁。反倒是 Duke 这边一朝三吸引住了两个人，交出闪现的一个路线，两炮直接 A 死对方的一个辅助。同时这边看一下飞机有一个迅捷线可以给他加速，被挂上了，这个很难受，漫天飞雨倒钩回来，还好省下了一个大招在刚子。左边其实是有人的，飞机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，但是。中了埋伏，哇，这一波埋伏价值连城，亮 TP 了，不得已鳄鱼先亮 TP， 但这个位置的话走过来要兵力取消绑住了，布隆贴到被动，一二三四打晕了以后鳄鱼很难受，再会了鳄鱼。WE 现在是两个 TP 都交掉的一个情况下，哇，这两波打得太好了，这个还要再去动龙，看一下防御状态很好。这家又去跟对方 ADC 换血，想抬卢锡安抬起来了，能不能跟上？后续卢锡安直接一个进化解掉你的点燃，同时这边五个人状态都非常惨 ，WE 这边有机会追一个大招，炸得不好，没炸到蜘蛛上吊飞天，这样的话迅捷线被 WE 这边收下，捆住了对方一个酒桶，想反打吗？甚至嘲讽没嘲到，一抬二这边一个落单自己要附进去了，但是对方大嘴一抬一个互换，全都是残血。这边侠能不能收割？追击不是侠的一个特长，防守才是他特长。倒钩回来没有办法，能换吗？砍下三杀，最后是一个嘲讽被终结在地。下来 TP 的鳄鱼给杀掉的话，这一波是要更惨的，因为鳄鱼的对位领先也是就非常大。这两个对位领先的人是 WE 现在最大的优势来源。斩掉对方的一个洛要开，他怕被开，对，他特别怕冲脸，包括他也扛不住伤害。加飞机狭路相逢，知道你要点果子，率先一过墙，一过墙以后这一波都扛不住，扛不住，扛不住。哇，这一波就赢在 Rookie 知道你要点果实，所以一滑过墙，率先卡住位置。这个 Rookie 大魔王真的是。哦，这一波子真的，他直接一到那个对草丛里，一草里你没有丢失视野这个状态下，看一下康帝两边，哦，有1400血，700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抢到，没抢到。
最后的话，龙坑里面好像有点难走。Mystic 肥啊，肥无敌。Mystic 以 V 二开启大招，打出一个伤害，先斩对方的一个肾，又是一个皇城，还有一个倒钩，再点，再点一下。太点磕了。反正看能不能，比方说什么突然一个节俭劫道，然后小虎跑加虎被动，蓝军要开，鳄鱼直接 TP， 想保护自己的队友，砍了两个九龙炸魂，两个看一下这波全部聚在一起，飞机直接要疯狂的输出了，交出自己的闪现继续点，点死对方的一个辅助，自己受到您的攻击，看想秒飞机有没有机会，秒不掉，反正对方收割了，小西还活着，还有希望。掌握到肯定就直接开龙了，打残就够了，飞机也来正面，哎，就这个蜘蛛打残就够了，你何况你太不小心了，闪、现下来，已经残了呀，飞机大妖猫接近后排，再有一个二段，自己稍微有点过于的深入了线，率先被秒了 ，IG 找到一波机会，但这面九五七也扛不住，已经被打出一个自己的复活斩，能不能找到大嘴？大嘴的位置还可以，继续往后拉，继续往前进，九五七复活起来，还是要受到输出，但是小心还是管不住，还是这个侠。继续这个侠跟对方卢仙有个 solo 吗？被打出一个抬不起来，打出一个三杀，没办法。大龙的视野以及下路的水晶，但是这边已经开龙了，打的速度非常的快，速度非常不错，而且蜘蛛没有空间。后来还想接团有踢，鳄鱼直接 TP 到后了呀，剩给了大招，鳄鱼的位置没办法了。其实下对方那个打野思路很清晰，打野又是阵亡，是要追还是要大龙？大不利想一想。要杀光的话就一波了，如果要送出自己了，这样的话这边一波四打四，九头一个大招炸回了对方的一个双 C， 双 C 暂时没有输出，大嘴在侧翼想喷对方的一个康帝，但是自己没有办法，没有人能帮他，哎呦，又是漂亮的一个倒钩。飞机没有留下，有机会、没有回头，队友应该是告诉他不用担心。哎呦，我没有嘲讽到 Mystic， 没有嘲讽到鳄鱼，这么一来的话，感觉相当不妙。IG 仍然没有放手，追击不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 W1 在这条大龙队的后面还是有机会的。飞机其实已经再度回到战场了，而且仅仅两枪。宁王有几波比较关键的阵亡啊，现在没有了蜘蛛的情况下。哎，这怎么去拿这条龙啊？拿不下来啊！大嘴只能在侧翼出，还要开的这样子。大嘴找到自己的闪现加水，也跟对方飞机有个 solo， 飞机跟他打了一波互换，这边继续追对方的一个 duke， 如果可以在侧翼有一个切入的时间，看他要不要过来，先切对方谁？先切鳄鱼，那自己用月枪去再过来，七进七出，这波如可以立功，打出一个终结，闪现过来，继续输出，对方一个康帝已经没有输出了，最后一个继续划不回来，圣枪洗脸将对方击死。看下吹波 kill， 那这样子的话 ，IG 龙坑里面也有一个康帝在上面想抓对方的一个大嘴，先炸回来对方的一个蜘蛛，又是秒了一个打野，同时九五七控制对方的一个小西，看一下继续输出，小西倒在地上 ，Rookie 圣枪心里没有办法，想跟后续的输出吗？没有环境了，再找对方西，双脚闪现，在自己进化解不掉后续啊，继续拉扯空间还可以，你漫天飞雨先秒布龙 ，Rookie 还继续拉，还没死，但是你已经在对方的半场了，五人俱在啊，不管你了。就尽力了，但是对还在偷输出，这个人你有多恐怖，他在后面想要继续去吸引 W1 的火力，哇，真的是等队友复活的时间，那种孤军奋战的感觉，哇，但现在最快的一个是宁啊，十九秒，没办法，这伤害太高了，哎呦，画下了句点，画下了句点，哇，怎么有种悲孤胆英雄很悲情的感觉，就是一丝血我也要只能追着你五个人跑，而且那一波兵线已经进来了，没有办法再去断，而且逆天改命，让我想到防御塔，让我想到拯救大兵瑞恩的时候，当时以手枪面对坦克，然后坦克回头给你一下那种感觉，是的是的，恭喜 W1 拿下来这场比赛的胜利是2-1，现在处于领先地位，恭喜。哇，刚才那个最后那个地方没有办法，刚才那个最后那个地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看客啊，不管你是哪一队的支持者，在那一瞬间那个场面下，你都会情不自禁的觉得 Rookie 是那个电影里的主角。对。